冲个燕麦麸啊。燕麦麸现在搞活动啊，29.90给你们发三包，然后赠一个勺子啊，给它冲稠一些啊，稍微稠一点点，这个水温不用太高啊，水温不用太高，冲好以后啊，可以那个加点青汁啊，或者紫薯粉呀、啊，或者加点水果，早晚都可以喝啊，可以当早餐，也可以当下午茶的啊。每包是250克啊，它有那个燕麦麸和那个藜麦啊，它也是那个高饱腹低热量的啊。然后送这个杯子啊，赠这个杯子，我一会给它倒这杯子里面。我给它倒这个杯子是送的啊，颜色是随机的啊。这个你们可以早晚喝啊，它也是低热量高饱腹的啊，然后它里面有燕麦麸、藜麦粉的啊，高纤维的啊，还有赠一个勺子啊，还自带一个勺子，这个活动啊是限时的啊，限时的，有需要的你们下方小黄车自己去拍啊。